平心村站到了，开关门请注意安全，请乘客主动如何投币刷卡出示本人有效证件乘车，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请乘客主动如何投币刷卡出示本人有效证件乘车，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前方车辆转弯，请您扶好扶好。省大钱，所以
为市民朋友支招消防产品定位，
提升市民知假识假打假的意识和能力。消防构假设、防火互动体验、消防知识宣传舞台表演，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了许多市民热情参与，现场氛围热烈。在消防构假设区域，消防蓝姐姐向咨询群众支招辨别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方法，并发放消防产品定位、火灾防控宣传用品。消防真假实践则考验市民们的火眼金睛。8.9米的水袋和20米的水袋，哪个才是合格产品？随着消防志愿者的提问，现场围观的市民都动起了脑筋，市民在答题中加深对消防产品的辨别。油锅起火怎么办？用锅盖灭火。防火互动提问区，一位2年级的小朋友一下子说出了答案。现场消防志愿者们模拟油锅起火、燃气罐起火状况，并演示正确灭火方式，邀请市民参与，手把手教会市民应对较为常见的厨房起火。消防安全教育也可以欢乐。舞台表演区围绕消防安全宣传创编的消防题材的歌曲、舞蹈、荷叶说唱、三句半、歌伴舞等表演，用了市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消防安全知识。荷叶说唱消防安全最重要，通过厦门地区特有的说唱故事形式，采用辖区市民熟悉的闽南语表达，将消防器材定位和消防知识传达了市民心中。香炉烟消，油里着火快疏散，一是一里一里面辅助火力串烟促火，在锣鼓锣鼓等打击乐器的传播下，请乘客主动足额投币、刷卡，出示本人有效证件乘车。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请乘客主动足额投币、刷卡，出示本人有效证件乘车。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不要我们引发家人受虐。车辆运行中，请您扶好坐稳。下一站，内贸站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公交提款提醒，请全程规范佩戴口罩，保持合理间距，适当开窗通风。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请乘客主动足额投币、刷卡，出示本人有效证件乘车。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Thank you.
要进电车的车，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车辆运行中，请您扶好坐稳。下一站，吉美工业学校站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
严格验证。到了，开关门，请注意安全，请乘客主动扶额投币、刷卡，出示本人有效证件乘车，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请乘客主动扶额投币、刷卡，出示本人有效证件乘车。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刘小平，厦门集美中学的一名教师，被评为厦门学艺术教师。十六年教学，成绩一百二分，带过三届高三，四届中考。他任劳任怨，学校哪里需要去哪里。可以说，高三生物学最重要的是，很大的是高三年段三个教学班是一个好，你再不要跑马路上了。他妈开的也不敢机关机关的。
大娘还在前面坐电梯了，他来打电话还有。喜剧，那个楼道那个。喜剧演员剧场专卖会，欢迎光临。三楼十二大开幕，独摇红木工厂的外界精品红木家具全部工厂施工下。当天嘛，红木餐桌。三幺四，明天大家打电话给我吧。我就两百零套，自助，我就两百零套，两百零套，铁路，铁路呀，四万九千八，三千平超大卖场，花梨、酸枝、紫檀等十八大材质，六十多位工艺大师，匠心制作外界精品红木家具，全部工厂职工统一操持，欢迎销售，五百份开业金报价十个元，红木外界六十九元，只能将八百万元。小雨家超，五零五零三六六。